喂，你不卖拉倒啊！遛谁呢？下楼右转。你是老姜吗？下楼右转，你给钱我交货。我先验货。 哎呀，阿姨，你好，哎，来，叔叔改天找你玩啊。哎，好嘞。叔叔，哎，哎呀，昨天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是您救的我啊，叔叔。哎，坐坐坐坐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记得你姓蔺是吧？这姓挺少见的，古代呀，有人叫蔺相如的。 就是这个蔺啊！哦，不是，我姓古，古代的古。哦，那这姓可就更少了。我看你身份证。哎，哦，还真是蔺呐，那你应该叫古蔺呐，是吧？啊，是。哎，给。哎呀，你们喀里沙有个名人啊，大名人。 叫古木兰，古木兰，那个犯罪头子。哎，我们那还有专门骂他的儿歌呢，叫什么？古木兰做人难，恶名远播满天山，古老怪，做事坏，变成妖魔和鬼怪。哎，不是歌了，就是个顺口溜。小的时候我们只要不听话，大人们就会说古木兰来了，吓得我们小孩就不敢哭了呗。 哦，还有这事儿呢。哎，不过喀里沙八分之一的都他们姓古的，可惜这大名人就这一个，撑伞率不行啊。那个坏老头子影响了我们姓古的这是小，玷污了西北狼才是可恨呢。你们俩是西北狼的宣传大使啊？名义上是狼山景区的志愿者，不过我一直把他当主业在做的。那做这事儿得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吧？ 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西北狼啊？当然，西北狼是这个世界上最团结的动物，也是我们西北人的精神象征。我跟你说，叔叔，我6岁的时候就被猎狗咬伤过，当时就是一群西北狼把那些猎狗吓跑的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们。对了，门票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狼山景区去看看。 随时欢迎，谢谢啊。嗯，我有时间啊，一定去看看啊。但是这个票啊，我留着啊。
你们买的那些东西我看见了，都太贵重了，我这半残的身体消化不了啊，待会儿你们俩走的时候拿回去。半残怎么了？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了也没用，你不懂。哎，娜娜，猎狗咬的，好不了了。对不起啊，姑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叔叔，人越是有残缺，才越要更完美。所以我很喜欢跳舞，而且我要把它跳到最好。难道我因为这个就不能把舞蹈跳好了吗？可以。所以我们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叔叔向你学习啊，爱护自己的身体。听医生说您的心脏有问题啊。哪个王八蛋在这儿这么大嘴巴呢？哦，就是一个还挺好看的姐姐。就是经常往我这屋来的那个。那他可以说，他可以随便说。这个医院也不是什么好待的地方啊，你们要没什么事儿就不用在这儿陪着我了，回去吧。是这样的，叔叔，我舅舅呢，他也有心脏问题，挺严重的。他的主治医生呢是个老专家了，人现在在卡里沙，不过他是我们省最权威的心脏医生。我专门管他要了一张那个医生的名片。好嘞好嘞，谢谢啊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好嘞，您好好休息啊。哎，那个东西啊，你们把东西拿走。贴上再见。哎，那个小谷，你把。康叔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哎，小丹，你跟局里边说一声哈，你帮我查一个人，我待会儿把身份证号发给你，查一下他的家庭关系，我给你发过去。怎么着？扫黄还能把老毛病给扫出来？你等会儿。哎，你们俩先别说别的啊，我先考考你们俩这个第三门外语。啊，第三门外语有没有落下啊？什么意思？嗨，这不就是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喂，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啊，就这房子啊，就这房子，我可去看了三趟了。回头咱俩一块儿去啊！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好，环境啊，设施啊，是不是你？旁边就是二小，还有实验中学，是不是你？啊、你呢、啊？一定得我问是不是你？是，我已经把首付给你付了，但是装修呢，得你自己选风格啊。装修我可以帮你盯，对不对？等装好之后，这事儿你得上点心。叔，我现在不跟你说房子的事儿，我说不让我去，是不是你？去哪儿啊？我是接近老乡最合适的人选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去？对啊，那为什么不让你去啊？程叔啊，啊，太医昨天看起来了。他老人家哪有时间来看我呀？那不是他，谁能那么麻烦跑在市局门口爱心水果店买个果篮给你？哎，这多断清嘛！我在兴真干了这么多年，不能有个把朋友啊？人家来看看我不是很正常吗？昨天我师父一直跟我在一块儿。你们俩什么意思啊？拿这儿当审讯室，拿我当犯人什么？陈叔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叶寒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汉北局是我开的呀？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另外，我提醒你啊，领导下的命令，你作为下属，只有执行的份儿，别的废话什么都没有，知道吗？行，我完成任务。那你为什么干扰台局的决定？我干扰谁了？我干扰谁了？我一个扫黄办的副主任，我能管你们刑警支队的事吗？不是，你要问，你去问台局啊，去问你们支队长段清去。你问我干什么呀？陈叔，告诉我妈到现在没回来呢，你们凭什么拦着我？哎，程叔，是人凭什么呀？你看你坐下，我让你坐下。不坐。哎，你坐下，坐下，让程叔好好说。叶寒，你想找你妈，我不拦着你，
但我给你提个醒，你心里想的那种孤胆英雄啊，只会在电影里边出现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同一级别的对手都不可能以一敌二，连世界冠军他都不行，知道吗？你要是真的进了狼窝，你就不能活着出来。我知道你现在觉得自己拳头硬啊，脑子好使，有这个自信是对的。我当年我也觉得我自己啊能够出入敌营啊，七进七出都没问题，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你不是想知道我凭什么拦着你吗？啊，我就凭我身上的这个，钱在这儿呢，枪呢？我的目标人物是老枪。到现在，老枪他长什么样，几个眼睛，几个鼻子，几个嘴，我都不知道。老枪，走近点聊聊啊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二话没说就对我下手？刚才进门的时候，你咳嗽什么？就因为一声咳嗽。我差点把命搭进去，但是换来什么？我只干掉了对方一个麻子，代价大不大？就因为这个毫无意义，不给任何人打信号的一声咳嗽，就引起了老枪的怀疑。他一秒钟时间都没给我，他就砰，把我炸飞了。你现在要干的是什么？你现在这是要大变活人。你要变成另外一个杀手去见他，你能保证你在这40个小时之内把自己完全复制成那个杀手，连一次心跳，连一次喘气都跟那个人一样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老枪比你想象的更加残忍，更加多疑。如果是我，我不会咳嗽。你这一声咳嗽就是一个失误，并且是导致你这么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。哎，楚警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的专业素质比我强呗？你自己说的啊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哎，瞅着我就骂我是不是？史克军，你自己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小兔崽子，你你的老丁老师才怪呢。来吃橘子，坐下。吃。两位小警官，好久不见。孟姐姐。孟姐姐。刚刚是你们这屋吗？跟菜场似的。俩小伙子火力壮啊！你们俩以后注意啊，这是病区，禁止大声喧哗，知道吗？穆姐姐，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找出消息。你们汉北局的都这么捋？兵驴驴一个，啊，将驴驴一窝，这叫尊师重道啊，薪火相传，都是好孩子，没忘本。刚刚整个楼道就你们仨嗓门最大。这孩子他妈不在了，我替我师姐教育他两句，以后注意注意注意。楚一涵，哎，我叫你声大哥了呀，看清楚这什么呀？啊，看清楚了。暂停行动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不说好了吗？你跟这帮老 baby 玩，你能生怼吗？我来就怼他了，他能把我怎么着？台上40个小时，你说怎么办？我陪你。辞职单干，怎么样？认真的，老韩，我家三代就出我这么一个公务员，
不是，我还说这两年靠着铁饭碗，婚恋市场厮杀一下呢，啊，给你吓的。走，我去挨骂去。哎，你逗我玩是吧？啊，逗我玩是吧？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他妈妈。不是，那是崇拜、尊敬，说纯是那个业务层面的，那不是喜欢。你看，真的，我们上学的时候啊，那个他妈呢是一传奇人物，那是一代爆裂警花。我们这上上下下几届男生，那都是仰视的。你看，你都过去的事儿了。想好了吗？是准备手术还是回去继续当劳模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从今以后啊，大事小情都听你的。别，哎，哎呀，哎，真，活该，这么大事你自己决定，我决定不了。哪儿来的？怎么了？刚才那女孩放这儿呢。哦，对，这人也姓穆，哎，是不是你们家亲戚啊？我爸。不是，那我改天我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啊？江九林都已经去世了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您给古木兰找的第八个闺女了，看来咱们得找第九个了。师傅，我把资料发你手机上了，您看一眼。范之，你看一眼，这是兰川公安局给发过来的。多大怨多大仇啊，连个十七岁的小女孩都不放。龙七说这是一个姓白的给他们下的单，他认错人了，但是也没放过。姓白的那是什么人？龙七的弟弟交代，这是唯一一个跟他们会过面的雇主，虽然没看清楚正脸，但是身高、体重、口音这些基本信息对方都已经掌握了。所以您跟台局都不希望叶寒去。他习惯左手还是右手啊？右手，但是紧张的时候会用左手摸自己的额头。对，差不多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娜娜。喂，姐夫，我已经忙完了。啊，我在汉唐路的拇指精灵琴房，想给你姐挑台钢琴，我怕我选不好，要么你来帮我参谋参谋。好，我就在这附近呢，那待会儿见啊。待会儿见。嗯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欢迎您。欢迎您，欢迎您，欢迎您。你们开发的？啊，是的，我们这款软件不光可以模仿钢琴的声音，还可以模仿人声，只要把您的音色录制进去，就可以发出您的声音了。欢迎您，欢迎您。这个就是我母亲的声音。
晨，干嘛？追！你不是流氓飞车党吗？这么快就放了，报警吧！报什么警？你忘了咱俩干嘛呢？停车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想去办龙旗，还是少露面，叫小李他们过来吧。我不买你的钢琴，我买你的电脑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是非卖品。小姐姐，我弟弟就拍了你一张照片，你就这么不依不饶，至于吗？我已经报警了，让开。把他签了，摁个手印，私了，成吗？想得美。摁个手印，我签了，走开。别动，再动我弄死你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放开！你干什么呢？你说我干什么呢？警察干什么呢？放开！警察，你把证给我看一下。就你这样的，你给我装什么装？把他一起给我收拾。你少冲动，少冲动！你又搞成这个样子，那你别喊我呀。谢谢你们啊。医院那个，别客气，都常规操作。你们是警察吗？为人民。我们不是，我叫龙七。啊。我叫古丽娜，谢谢你啊。于大洛、于泽成、大张伟、陈家洛，会做饭，会塔罗牌。很高兴啊，快快快，带你。哎，大洛，哎，哪个小流氓啊？俺路上碰见了。段志，这疤能行吗？这就是一锤子买卖，必须当场解决战斗，战线一旦拉长就宣告失败了。太君，我妈的事您真的从来没怀疑过他？你十二岁的时候，组织上派你妈妈到西北狼犯罪团伙去做侦查员，
到现在十多年了，这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相信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永远都会相信你妈妈，因为你妈妈是我从警这么多年合作过的综合素质最优秀的警察，也是最好的侦查员之一。我也相信他，可这一切必须要抓住古木兰，所有的谜团才会解开，不是吗？你还想说什么？我要辞职。作为警察，我没有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和资格，您的决定我服从，但作为他的儿子，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找他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会严守秘密，不会对任何人提起这个案子，我个人的行为也不会对您的行动和决定造成任何影响，如果造成了负面影响，我愿意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坐下。等着有一天回头，多年后还是你牵我的手，相信爱永远值得等候，让感应带我向你走。宝贵电话，你是没有资格阅读这套文件的。我之所以给你看，是希望你记住两点：一，你母亲林科是我们的功臣，我没有忘记她，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她；二，和西北狼的战斗中，我派出去的都是局里的精兵强将，他们都没能全身而退。这是靠个人英雄主义无法完成的一项任务。
准备上手术台了。我这一上去啊，五五开，万一我撂挑子了。一涵这孩子啊，你跟师傅得替我照顾着啊。这孩子呢，他不光是咱师姐的，也是咱的孩子啊，千万别让他有什么闪失。师哥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保他。好嘞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我穿上半身，我还得给你处分呢。进来。处分我会接受，但我还是要辞职。想走你就走，在这儿矫情什么呀？但是我要提醒你啊，你的身份涉及到西北狼一案的重要机密，就算停职，泄密期间你也要给我老实待着，听明白了吗？我愿意等。那你就等着。太君，你们先忙，我先检查去了。不是师傅，这小子刚才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呀？师傅，您想请他？你想过吗？师傅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不拿这个孩子冒险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相信我们的团队，别紧张。小婉，我这次手术之后，要是成功了，咱俩得有个结果了吧？什么结果呀？我喜欢你呀。先做手术。那就算你答应我。哎，你别担心，小野，咱仨上次吃了个饭，我看这孩子挺喜欢的。从今以后啊，他就是我儿子，我就是他爸。我在医院照顾病人已经够了，我不想再弄个病秧子回家。不是，我怎么就病秧子了？我撞着呢。再说你不是说了吗？我这胸口啊，它就是埋了个雷，只要是我不引爆它，对吧？我还能再活几十年呢。你说咱俩到时候都100岁了，咱们坐着那摇椅慢慢聊的时候，你还哪还记得说我有心脏病啊？谁告诉你手术一定会成功了？不成功也行啊，我宁愿我死在你手里，啊，这样你就不会把我给忘了。我就是变成鬼，我也天天我跟着你。不许胡说八道。要不我给你立一字据啊，我这死活呀跟你没关系，我把我这160多斤都交给你，到时候这身体这哪儿想怎么拉怎么拉，想怎么拆怎么拆，把什么东西献了也都可以。但是我要真没了，一涵你得替我照顾啊，他就成孤儿了。你现在是他准小妈啊。不许胡说八道。莫医生，你怎么能打病人呢？聪姐，打我打的可疼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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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俩闹着玩呢。好吧，莫医生把病历拿来给我吧，准备进去麻醉吧。聪姐，我这命可就拜托您了。你放心吧，推进去。辛苦啊。哎，您怎么还带手机呢？我给我妈发个信息啊。妈，我这就要做手术了，是穆医生他给我做。妈，您给我爸放心啊，没问题的。穆医生说了，说我这手术啊，做完了之后就跟健康人一样了，你别担心，过两天我就回去看您去。踏实了，没事，走，我去准备了啊。哎。哎，医生，你给我看一眼手机的。主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怕我老妈担心。谢谢，不好意思啊。可以了吧？
林队。忙碌依旧，缓缓越过山峰。